结果耶稣的教驾最大的阿头甲个头腾起的人，出系撒鲁基的里班人，开始下手隐蔽基督撒安唔甘忍。基督撒都作下个头耶稣派的学生，过来并基督落详细版的曲度。但系暗部头的时间，有一只上帝的天使来，过来开个曲度的门。个天使都带基督撒出去，过来个天使都讲：你丢撒去耶稣的最大的教堂方，起定来传本个别安多人的新生命的路。个丢耶稣派的学生安顺个天使讲的话，所以一天光很早早，基督撒都去耶稣的最大的教堂方。过来开始教导本隔壁的安多人，也是这只是耶稣的教家最大的阿头甲加腾基的人，含个头耶稣的阿头甲以色列的罗班人大力拉干的甲做一下，因为基督撒爱判死错个耶稣的教的拉干行。基督撒都含人去见个头耶稣派的学生错个曲度。但是许多曲度的知识，基督撒无得到基督耶稣派的学生有错个曲度的。基督撒都多转过来讲本基督人的。基督撒安样讲？基督撒看到龙中门很缩缩等，过来将曲的人，很错个门的面前起等重重等。但是基督撒开门的时间，错个曲度无半扎人呢。听到安样，将耶稣的最大教堂的阿头，甲基督耶稣的教的上头都吓到。初基督撒的心肝都也紧闷，心里发生出歹事前对基督耶稣派的学生，但是无几多久来一杂人，公布基督人的消息。你看，基督人本已变落曲度的。要出耶稣的最大教堂方，请教导本安多人。过后，将耶稣的最大的教堂的阿头，甲加腾几个人去耶稣的最大的教堂方。基督撒爱着基督耶稣派的学生，但是基督撒好好去见基督耶稣派的学生，因为见本隔壁的安多人相识故。过后，基督耶稣派的学生本基督撒带去耶稣的教的拉干。初隔壁耶稣的教最大的阿头都对基督耶稣派的学生讲：，基督撒暗天阿别尼督撒，唔做得跟从耶稣的教徒，但是你看，全耶路撒冷的地方都本尼督撒传教的，你都爱灭别人想，基督撒杀死耶稣的。但是彼得甲彼得耶稣派的学生恩基，耶稣撒听错信上帝，唔咩信耶稣撒。耶稣本耶稣撒当起十字架，甲本耶稣撒杀死的，本切家只供头拜的上帝，咩翻生起来的。上帝丢上耶稣，坐最高的位，出系上帝的拯救者，作王甲作救主。所以以色列人后悔改甲改变。各位以色列人的罪，要得到原谅。隆重人爱上上帝的，要得到上帝的圣灵。基督撒就得到上帝的圣灵呢。所以基督撒出去做证明，对个隆重发生出来的事情，甲上帝的圣灵也就证明出来，用安泰的权力。听到基督耶稣派的学生恩多的话，基督耶稣的教的拉干的人都安痛心。基督撒想爱杀死里头耶稣派的学生，但是有一只拉干的人假名安多伽马利尔，其法利士人其耶稣的教的先生本安多人敬重的人，其起起来过来喊基督耶稣派的学生伸出去一下，过后其对个拉干的人讲：你到以色列人。你都爱考虑好好，爱用本座对里头耶稣派的学生，人比王牌，有一只人兼名安多调达斯，其实人其安厉害个阿头，佮只是差唔多有四百人杀天机个人，
但是调达本人加实事，各家田几人山悄悄，各位朋友，政府喊人民报名的知识，也就是查达加利利亚来的人，加名安多尤达，其他安多人田几反对政府，但是其也定实事，各位加田几人也山悄悄，除非人辈大娘爱讲异地。这家不是用本对立到耶稣派的学生，莫吹基督啥，是讲基督啥做的事情，人生冲出的，天错不要重叫，其这家要始终无限。但是是讲基督啥做的事情打上帝来的，基督啥无本事对，不会灭到基督啥变反对到上帝。听到安样，基督立国的人按接受伽马利亚讲多一辈。基督立国的人都喊基督耶稣派的学生返落来，基督啥用马鞭杀佢，加喊基督啥唔做得返教徒用耶稣的名。过后基督立国的人贬辱基督啥，返落按受苦隐蔽到耶稣的名。基督耶稣派的学生出大家立国行按欢喜。基督徒为安分起，隐蔽上帝与本基督徒机会，后受苦隐蔽到耶稣的名。基督徒每日都去耶稣的最大的教堂上，也是日见物过日见物，见教徒甲见传上帝的好消息。基督徒讲本人家的耶稣出海救主，上帝派来的王。